咦，我的天嘞！朋友们，今天就要回上学了。这个乐儿要在奶奶家住几天？我这住的太好了，到上学没人给我扯东西了。啊，走了，别想啊，眼睛那个没表情嘞。妈妈给老大下面条子嘞。妈妈，咱得把那个河蚌吃了再走嘞。你要不说，俺都忘了。还有带的那个河蚌嘞，赶紧端出来。看那个老二一听说我们吃河蚌嘞，赶紧起来了。你是不是怕俺吃完了？咦，我的天嘞，哪能弄啊？这玩意儿碎了。原来这玩意儿还血，哪弄嘞？拿肉开嘞，看见吗？这个是吧？哪的？我天，人家说的长开水一煮也就开了。那自己煮煮啊？看见吗，朋友们？这个肉真肥。我们把这个大的弄开啊，朋友们看这个多大，跟个大鹅蛋一样。朋友们看那个小猫吃多了。小朋友千万不能用刀哈。哇塞，这个肉大，快点开河蚌，快点，说不准你就开出来一个大珍珠。你咋想？这两个都是等着吃的，你看看坐着。也不帮忙动手，掰了一阵子了，才掰这几个肉。来，妈妈，妈妈，来给这个。别看他瘦，还光想吃肉。俺妈用肥煮了两个河蚌，咱看看好开不？开吗？可能开了，肉都煮糊了。那个开吗？这个不开。来看这俩好背不？好背就煮了的，好开不？看吗？俺要把这些全部下锅来给煮一下。就这个小猫搁这个，一会上这来吃，一会上那吃，全部弄完就弄这一小盆肉，准备给他们做一个爆炒河蚌。提的这个汤。白乎乎的，人家都用这熬汤喝。大厨开始发挥了啊！你看看这颜色怎么样？鲜嫩鲜嫩的。走，叫咱妈尝尝咋样？来妈，尝尝味儿。你尝尝吧，你尝尝，你这个忒大，这个不大。辣不？哎呀，好吃好吃，又嫩又啥。走，吃饭去。筋道，又筋道。回来下回多抹点，这次抹的有点少。河蚌好了，白白嫩嫩的河蚌。哎呀。你吃吗？咱没吃的。尝尝，尝好吃不？我尝一个哈，看咋样。味儿是不呢？嗯，太紧了。对。是不是炒时间太长了？吃饱了，咱走吧。走呗，快走，大婶。我也跟你商量个事呗。叮叮叮，我也想跟老家住两天。住啥？那地里住在那个，咱多得嘞。我不，我就搁俺奶奶住。看见吗？这是给我商量吗？这就是非得要搁这住了哟！快点儿，起来！别让我发脾气啊！要不然我搁这住两天吧，我找一个作伴嘞。恁俩没听见大家？快点，快点，大人！妈妈离不开你，妈妈离不开你，我们想你嘞。不走。待会儿你给我来接人不？家来家。我就知道大人离不开我。我今天就搁这待着了，你在这屋。是我离不开大人，大人你得给我住。看那个乐儿跟奶奶亲得很，每次来了都跟奶奶亲不够，是的吧？你跟妈说，你最喜欢谁？是喜欢妈妈还是喜欢奶奶？只能挑一个，必须只能挑一个。他谁也不得罪着妈妈。啊，走了，拜拜，别想啊！想你个人，你可白眼了，你就不能说想啊？哎呀，准备把事儿就送走了。你是不是高兴了？